我是王真婷，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分享几句。我细个嗰时学打乒乓波嘅地方，就系屋企楼下嗰张石波台。我当时冇谂过要打到咩成绩，只系觉得乒乓波好好玩，每次都好期待食完饭同屋企人落去打波。乒乓波带给我一个开心的童年，亦都是因为乒乓波成就了今日的我。我希望你们同我一样，无论第时大过是怎，你们都会记得乒乓波带给你们一个愉快的童年，陪着你们一起成长。就好像这个接近20年的恒生乒乓球发展计划广告一样，